禁區，冇人幫你噶啦，話自己受啊，你吸咗先，再哎呀呢下爭少少，仲有有機會喎。俾我嚟右边啦，林志坚，扯埋嚟远处，新祖有啦，有波入啦，终于都系有波入嘅吓。任你拣，弹左冇问题，费难度沉落去，望定晒，交球靓波就掂啦，三组过埋，好嘢、哦，真系俾佢搞掂埋一下。大三元上演帽子戏法，佢攞依下咧，可能其实唔系控得好靓嘅，反而咧就造就咗呢个俾佢起脚嘅机会啊！大家睇到冇？出現在冠中南區的後防啦，今日咧又竟然走空曬身咗啊！死亞力士嚇，射波就中尾，新組射中柱就彈入網。擺定就唔入。
手快，再走嚟伸咗啊！话佢合拍嗰方面咧，就真系个组织性就唔系好强。不过呢下就真系快开了罚球，就系即系去到尾段嘅时候打到个。